很多人说电动车是电爹，好像特别难伺候、难打理的样子。但其实我觉得，对于那些摇不到号的人来说，电动车也是可以作为一个选择的。如果你们家旁边就有一个充电桩的话，你可以享受到电动车的一些独特的优势，比如像特别平顺，不用去加油站排队等等。只要你的生活还比较规律的话，我觉得电动车是可以用的，而且还挺不错的。我信你个鬼呀！这是你们家的充电桩，要没充电桩，你敢跑长途吗？那我们跑一个长途。走吧，去趟天津。那去天津啊？这台轩逸 EV 呢，在我们编辑部已经放了10天了。那它的电池呢，可以存38度的电。工信部给了一个数据，是说它的续航里程可以做到338公里。但是我们也知道，工信部的这种数据呢，是在一种比较理论的状态下跑出来的。平时我们开车肯定没有这么好的路况，所以呢，一般来说，消费者能够跑出来的路况会比这个数字，理论数字往下少一点。但其实最大的问题在于，我们今天天气是零下6度，所以呢，这种极寒天气下，电动车是一定会有掉电的一个情况。说起来会比较复杂，为什么呢？这个是有电池的一个特性的。就像我们买一台 iPhone 去到了东北的时候，你会发现它的电量也不经用，掉电是一个道理。有一些滴滴司机说，这种掉电大概是夏天的50%、60%左右的一个量。那我们一般来看，可能能够跑到70%左右，就算是一个不错的一个量了。我们算一算，如果338公里乘一个70%，也就200来公里，正好差不多是我们去一个天津还有一点富余的状态，所以应该不会有太多焦虑的地方了。OK，我们现在就走，然后看一看这个路上一路能不能干到天津。我们这段路程呢，大概200来公里。那高速的路况对于一台油车来说是比较省油的，但是呢，对于一台电车来说，高速的路况它的耗电量反而会更大一些。因为有个不一样的状态，就是这种电车呢，在市区里面跑那么50-60的时速的时候，其实它的耗电量是比较低的。但是如果去跑那种高速的状态，它其实负荷会比较大，所以耗电量反而会增加一些起来。这个呢，是两台车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了。现在太阳已经升起来，外面的温度呢是零下1度。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按钮，就是摁下这个加热按钮的时候，我们能看到续航里程呢从253直接掉到了200，这里面一下就掉了50-60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油车的话，那种加热是把发动机多余的一些热量传进车厢里来加热，但是对于电车来说，它没有发动机，所以呢，它需要有一个单独的加热装置来做。这玩意儿就像是我们家里用的那种电暖器的那种感觉了。一般来说呢，它会有4-5匹马力，也就是3-4千瓦的这种状态哈。4-5匹马力。可能我们会觉得不是太大，但是相比于这样的一台车上来说，其实这是一个挺大的功率。我们知道，在巡航的时候，如果我们按照80-90去巡航，这台车也大概就有20-30匹马力就够了。那你想，在这样的速度里面，我们要耗掉4-5匹的马力拿来去加热，所以这一块呢也会有一些能源的消耗。但我们觉得这一趟应该是要模拟一个正常的开法，我们正常的车主也都是要开着来跑的，所以呢，我们的空调调到的是23度，那方向盘的加热也开着，现在座椅的这个加热呢也开着的状态。然后有一个小小细节是我发现这台车有意思的，就是我们在充电的时候，比如像今天早上出门，我们预设是8点钟出门，那这台车可以从7点多开始，它就用充电桩里的电开始给这台车加热。等到我们进到车里的时候，整个温度都已经上来了，而不会去耗费电池的电量。哎，这个呢是一个做得比较用心的小地方，可以说是去找这些电的最长的续航里程，他们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了。这叫永乐电收费站，那边有加油的，然后这边呢就有一个是充电桩了。
顺便我们再测试看一看这个永乐店的一些充电的状况。然后这边四个位置还没安装起来，这边已经有四个安装的在了。那边有一块牌子写了一些充电的价格，大概是8毛钱一度的充电服务费，然后波峰波谷的电价是大概9毛7和3毛6，所以算起来一台电动车一般30到50度电的话，充下来应该是1块多一度电，然后自己算一下价格吧。但我今天在这是不充电的，我们就进来看一看，顺便看一看这些路边的各种电动车在这边充电情况怎么样。兄弟，你们平时就北京天津跑，然后像你这台车的话，中间就一定要停下来充一次电了，充多久啊？一般一个半小时左右。所以你要在这等一个半小时。对。好，多谢啊，继续玩，我们走了。支付宝吗？啊，我有钱，我拿了点钱在身上，真的吗？现在终于零度了，现在续航里程反而还回来了一点点。25元拿好。好，谢谢。哎呦喂，现在就正式进入到天津的地铁了。我们刚才看到这里有一个充电，那像那些小货车呢，大概要充一个半小时。像我们这样一台轩逸 EV 呢，如果是真的没电了，要做一次紧急的充电，那也要快充半个小时是起码的。所以加油就会快很多啦，10分钟我们就可以加满油，一箱油能够直接再干个400-500公里。所以到目前为止，电车和油车之间还是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就是在于使用习惯上的问题。你不能够去很多未知的地方，这一点呢是带着一些时间成本的，尤其是你不能够去那些太偏远的地方，这可能你充不到电了，会比较麻烦。所以有人在发明换电的模式，也有人在想的是，哦，我生活是不是能够尽可能的规律一点。所以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充电桩的问题最好是能够在自家楼下就有一个充电桩，这是能够解决问题真正的办法。要不然北京这种大冷天，零下5-6度的时候把车停下来了，还要再想办法打个车回到家里，其实这个还是有点麻烦的。所以我觉得电动车呢，它能哪些人先用起来呢？如果你像我一样家门口就有一个充电桩，然后你又像我一样平时的生活还比较规律，也就上班下班去的地方呢也会能找到充电桩，那我觉得这种路不会成太大的问题，200公里的续航我觉得都够了。但如果你真的是想要放飞自我，经常去一些很偏远的地方去玩，或者你在的这种家里门口就没有充电桩，那我觉得还是要慎重慎重的。赶紧上车暖和一下。哎，好久不见啊。好久不见。我们在试这台电动的那个轩逸 EV， 所以呢正好请教你，就是平时开电车的时候那感觉是什么样的。我看有些品牌说到了冬天只能走一半，有些品牌说能够再走60%。走一半嘛，就一半了。对，像这种情况你平时充电怎么充呢？充电的话就是去那个国家电网或者是
那个公共的那种充电桩。哦，对，因为家里也没有那个充电桩。那所以就是你充完电以后，你到了那个特来电或者是在那个电网充完电，再打个车回去。不是，在那等着，大概充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再往下跑，再有充电桩的地儿，然后再去充。充一个小时。对。那然后就在车里睡一个小时。吃饭去那时候。哦。对，因为我家自己有一个充电桩。哦。所以我一直觉得用充电还挺方便的。然后呢，但是其实我挺接受不了，就大冬天的，车里又没空调。对，不敢开空调。我是说冬天把车放在那儿充电，然后自己还要跑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然后或者回家，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再去那拿车。我觉得这样我就接受不了，除非上班的地方或者家里有充电的，我觉得这样我可以接受一下。而且我充电的时候还得排充电桩，因为就是也不是特别多嘛。也就大家充一充完了就走了。对对对，后面排着队也不好意思了。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电动车可能还是适合我这样子的，家里有充电桩，然后我出门也出的比较短，一般的20公里、30公里，对对，就再远我也不去了。对对对，属于这种死宅的人用的还可以。所以你觉得我们还敢往外跑吗？我觉得应该不太敢。我们想再跑一个长途，我们看看往塘沽方向还是跑往武清方向再跑一段。然后我们走了啊。多谢多谢多谢，回北京吃饭。哎，好好嘞，好嘞，好，拜拜。哎，谢谢佩哥。好的，我们来看一下一些娱乐的功能。嘿，这里，你看，在这个地方能看到一个 FM 电台，一个酷我音乐，一个墨迹天气。这可能是这台车里和互联网接触的少有的几个地方了。如果是一个中国的新势力造车，肯定会把这个液晶屏造这么大，然后呢，各种在里面有的没的你都可以去触控。然后日产的这种思维方式呢，就有点很像日本人的这种死脑筋的地方，他们没有去给出酷炫的东西来，相反他让这台轩逸 EV 做的感觉是什么呢？他们是尽可能让这台车去做出一台普通轿车你习惯的那种感觉，而不是去改变你的驾驶的感觉。所以呢，分两说，有人喜欢那种，有人喜欢这种。当然买一台电动车，当然大家还希望有点改变了，但是你看这台车上有一些地方真的是非常古老的设计，比如像这个手动的座椅等等哈。那另外一些地方也看得出来是日产去做事做得比较细的一些地方，比如像它尽可能的去偷出每一点空间来去放电池，在后排中间这个位置有一个马鞍形的通道，那这个通道里面呢现在也被加高了一点，如果是中间坐个人的话感觉会有点空间不足，但是里面其实也多安放了几块电池包了。那反倒是像后面一个后备的行李箱，很多电动车已经是把这块地方都拿来去做装电池的了，那日产反倒没有做，这块地方依然下沉，甚至我觉得可能比那台普通的轩逸感觉还大一点的样子。所以日本人思维方式跟我们有点不一样。现在我们发现还有一些电没有耗完，因为大家也知道到了冬天的时候，这种电动车就像刚才大宇告诉我们的一样，很多车子这个续航里程都会对半的折，然后好一点的呢会有6折或者7折，这已经是做得非常好的一个状态了。所以我们想把这点电全部耗完的状态，这台轩逸 EV 大概能跑多少公里。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打算晚上
把这些店全部耗完，走一走，看看我们究竟能走到哪里。刚刚我们要去的是哪个地方？要去武清区的佛罗伦萨小镇。武清区的佛罗伦萨小镇，大概会有多远？地图上显示有38公里。OK， 38公里。接下来这段路呢，我们就想试一试它的极限，所以呢，空调我们就一会儿开一会儿关，把温度大概调在20度左右就 OK 了。我们来试一试，可以跑多远。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然后呢，现在温度已经到了-5度了。我们从北京到天津走了整整一下午，那现在表显的是246.2公里。然后呢，这个时候动力电池电量不足的告警已经是起来了。这个时候，这里面显示还有8%的电，可以让我们再行驶25公里左右。所以我们估摸着它应该是在一个270多公里的左右，一个这样的续航里程。那说明一下这一段的里程我们是怎么跑出来的。它先是走了一大段的高速公路，然后走了北京和天津的这样的一些城区的公路，所以全程我们都在开着 Eco 模式，然后没有大脚的油门。至于这个电加热的空调，我们前半段的基本上都是开着的，在后半段的时候呢会时不时的关掉它，而且关掉时间还比较多。所以呢，极限状态下它跑出的这个成绩大概是这样。 OK， 我们也总结一下电动车的一个大概使用的一个感觉哈。就像我们刚才有说到的，今天我们反反复复强调电动车呢依然是一个适合一部分人的一个状态，只适合一部分人。你最好是在家里或者是在你的办公场所正好有这样的一个充电桩，而且你的行动应该是相对更加规律的，没有太多这种可变的因素在。那至于你想跑一跑长途，像北京到天津这样的一个短途的一个成绩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去跑那些更长的长途可能还是油车会更适合一些。那说到这台轩逸 EV 呢，今天所做到的这些大家也看到了，对于这台车它和我们看到很多这种新势力造车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是一个新势力造车，应该会把这台车造得特别酷炫，给很大的液晶屏，然后在前脸去给出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设计。但这台轩逸呢，其实他很努力的去让自己看上去像一台普通的车子，让我们开起来呢很轻松的就可以去就手。其实这台车本来可以和一台轩逸没有太多关系的，它的很多技术是来自于凌风 Leaf 的那个技术，但是日产却比较本分的去把这台车给做出来，或者说有点死脑筋的那种感觉。当然我觉得这也不算是一个贬义，因为这台车的一些技术方面虽然用到了中国的一个国产电池，这是政府强制要求的，但在这台车里比如像一些电池的管理技术、打包技术等等都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它的准确性，早上我们出来的时候它的显示是27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的里程，到晚上我们跑下来的时候发现几乎就没有几公里的一个偏差。还有一个最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多电动车车主告诉我们，到了这种冬天极寒天气下里程是会变得飙升里程一半左右的量，但我们今天算一算，如果即便是以278来算，它应该也能做到自己飙升里程里面80%左右的一个量。那这样的一个80%量应该算是所有电动车里我见过的还算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了。 OK， 那现在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需要打开 APP 去找一个充电桩，现在还剩下20多公里的一个续航里程，我们要尽快的找到一个充电桩充满电回北京。